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大盘今天又涨了59点，已经连续11天站在9000点之上。来我们看一下，今天是收最高，今天收盘9223.2，大盘已经连续11个交易日站在9000点之上了。所以这个地方说真的你就不用太悲观了。通常很多人会觉得9000是一个重要的关卡，上去会再下来修正，可是根本没有。那目前还是一样很稳稳的站在9000点之上，目前9222。当然未来怎么操作，我想我每一天解盘都会做一个提醒。那我昨天讲到一档重要的股票，因为最近都在开股东会，那有的股价跌下来了，这个大股东就要面临会这个所谓的股东小股东的质疑。那也有去投资别人的公司买别人的股票，结果股价大跌，这个大老板还要跟小股东鞠躬道歉，那最明显就昨天我讲这个例子，就是宏达电。那为什么宏达电，星光金要认赔杀出，而且认赔的时候100多块了，买是1100块左右，那等认赔的时候已经，买了6000张，已经赔掉30几亿了，所以造成他们的董事长吴东进，跟小股东鞠躬道歉，当然会讲很多理由，因为当时也是非常看好，没想到股价变化这么大，后来就跌下来了。那小股东也不大能够谅解，你为什么跌了90%才在停损，跌90%还要叫停损吗？1000块都跌到100多块还叫停损吗？这个根本没有停损，所以造成这个大老板几千亿身家大老板要跟小股东鞠躬道歉。那我们看到宏达电股价从1300跌下来，跌到100多块，那这段跌了将近90%，市值蒸发8341亿，很可怕的一档股票，蒸发这么多掉，几乎赔掉90%，所以所有参与的股东，只有大伤跟小伤而已了，没有没受伤的，只有受重伤受轻伤差别而已，因为市值蒸发掉8000多亿，非常的可怕。那我们说这档股票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形，那以后在我们台湾的股市会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形，然后造成很多散户的损失受伤，我想这个情形还是会的，宏达电应该不是最后一档，下一次类似这样的股票很多散户还是一样会把资金套在里面，最后还是一样赔得痛不欲生，让你人生都开始彩色变黑白，你想想看，如果你有1亿那赔掉9000万，你看你不会人生彩色变黑白，一定是很痛苦的。那有钱人又很喜欢买高价股，买股王，为什么，彰显身价，去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宏达电3000几丢你啊，臭屁嘛，有钱人就喜欢玩这一套，对不对？那一买跌跌跌跌乱七八糟，那为什么会这样？来，这是一个，昨天登出来的新闻，星光金2012年，就是101年，第二季买的宏达电，成本1100块，对不对？摄影师特写一下，1100块6000张计算，哇不得了，赔了30几亿，很可怕的，当然这个原因，吴东进董事长说因为市场变化太大了啦，当时，买了宏达电是1000多块了，也没想到，觉得它配息不错嘛，也没想到股价一直跌，这是万万想不到的，最后呢从1000块跌到100多块才停损，这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事件。那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其实想到很多问题，什么问题？你看这是新售买的股票，星光金下面的集团，新售，那新售是星光人寿，那很多保护，这个参加保险他有要领回的，我缴1000万我可能到时候可以领回多少钱的，要算利息给他的，他们当然希望一个很保守的股票，很获利很好的股票，配息很好的股票，然后可以稳定的配息，不要造成他们的一个，负担，你保护钱进来到时候算给保护利息的，他可能有这个领回的机制，他要算给他利息，所以这时候你看赔掉90%了，那不得了了，那一定造成很大的伤害。那我们说这个单位，这个新售星光金也好，新售也好，难道他没有养一些研究员吗？没有养一些硕士博士吗？几千亿的资金在操盘，星光人寿怎么可能会没有养很棒的研究团队去美国去各国挖回来那些博士硕士一大堆，投资长更是股票经验好几十年了，不然怎么当投资长，怎么当他们部门的主管，那怎么可能发生这种事，就是会忘，这事实已经发生了，怎么会没事实就已经发生了，对不对？那确实就发生这件事情了，那为什么会这样？投资朋友
那如果这些人都没办法避开，那散户怎么办？散户也避不开啊，不是吗？那到底是怎么样的情形？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宏达电会这样跌？那如果未来也有一档股票，它不叫宏达电，它叫其他股票，那这样跌下来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人又受伤了？我们说这些研究团队真的是很笨吗？不是哦，我们刚讲过，那没有硕士博士根本就不可能进去。那为什么造成这种情形？其实也有很多啊，这个我认识的好朋友啊，博士，他们也曾经问过我类似的问题啊，余明啊，来找我啊吃饭聊聊天就会提到这个问题啊，余明你股票很专业啊，这个我来请教你一个问题。我说不敢啊，这个左博士啊，你先讲啊，左博士是我非常好的朋友啊，他是一个教授，也是有博士资格的教授，他升博士啊，啊博士读完了去美国读回来，啊也升教授了啊，他有一天来啊找我啊，这个聊聊天看看我啊，当然聊聊天之后他就问我说，哎宇明啊，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你股票比较专业。我说没有，不敢啊，左博士你请讲。他说为什么宏达电获利这么好，股价一直跌？因为他可能是资讯的博士，他不是股票的博士啊。股票市场没有博士的，只有输家跟赢家，对不对？我们说股票市场没有专家，只有输家跟赢家啊。所以他是资讯的博士，资讯哇很厉害，电脑很厉害，但对股票他还是有没办法去理解的部分。他就问我余明，为什么宏达电获利这么好�啊，股价一直跌，最后跌了90%嘛，对不对？他还是很纳闷，那怎么会这样？那正确的股票应该怎么操作？还有一个。也是一个博士啊，他是啊另外一个啊这个学校博士啊，是治理的啊这个博士，他叫张展燕，他有一天也是来找我哈，来访问我啊，他就说，哎余明跟你请教一下，你股票比较专业。我说不敢。那为什么宏达电获利这么好，台湾最赚钱的公司，可是股价怎么会跌成这样？奇怪，怎么会这样？因为他的领域里面可能没有接触到股票这一块，他还是很不懂，搞不清楚那为什么会这样，不可能啊，怎么会跌成这个样子？投资朋友，所以你想想看，如果你没办法去理解，有时候连博士都没办法理解，因为他不是他的专业嘛，股票不是他的专业嘛，所以想想看，如果下一次再发生，那你能够避开吗？我想很多人是完全避不开的，也不可能避开的。这就是股票市场的风险。最赚钱的公司啊，101年最赚钱的公司啊，最后跌的这个样子，跌了90%，投资人都昏头转向了，对不对？来，为什么？我们来思考一下。我们刚刚讲过，新光金是101年第二季买的，101年第二季，他看到101年第一季的季报来特写，因为季报晚一点才会出来嘛，可能要隔一个多月后啊，三月结束啊，4月、5月才会出来。那我们看到季报的时候，哎，很不错啊，他当时101年看到这个季报很不错啊，对不对？5块多啊，那他们也来推论这公司的股价。啊，应该是获利会节节高升的，那这个答案对不对？也对，为什么？来，你看，第一季赚了5块多，第二季14块多，没错啊，这个获利是节节高升啊。到第三季，哦，更好啊，19块多啊。到第四季，哎，不错，20块多啊。那镜头拉远，所以它整个的判断有没有错误？没有呢，它节节高升啊，获利它在这边买的嘛，哈，刚刚新闻有提到嘛，哈。啊，这个吴东进啊，因为他们在第一季买进，有没有？2012年就是101年嘛，第二季买的嘛。那第二季买就是看到第一季的财报嘛，很简单嘛，差不多嘛哈。看到第一季财报，觉得它会节节高升，那事后也没有错啊，它的确是越来越好啊。但是股价高点早就过了，然后股价就一直跌，然后看到想要停损，很多人说怎么那么笨啊？跌1000多块，跌到100多块，跌了90%才在停损，还有什么好停损的？难道那些硕士、博士、投资长都是笨蛋吗？当然不是啊！他们为什么不停损？看到获利一直好啊，哎，5块，哇，14块、18块、20块，获利节节高升啊，没有衰退啊，那干嘛要停损？但最后不停损的状况是什么？赔了90%，投资朋友，所以很多人搞不清楚，不晓得为什么。不要说很多散户啊，很多刚讲的博士他也不知道啊，我又怎么会这样？不合情理啊。所以很多人做股票是拿计算机，第一季赚5块，第二季赚14块，第三赚19块，第一是20块，啊 ，EPS 应该多少，本益比应该多少，算了半天，然后去投资的，计算机按了半天，错了，那个没有用的。如果有用，新光金就不会赔这么多钱，他就不会赔35亿的，是不是？道理是什么？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
当利多一直出来的时候，股价早就在低档了。啊，奇怪了，他获利也没衰退啊。新光金第二季买的啊，看到第一季财报买的，对。那到第二季、第三季、第四季都没有衰退啊，对不对？为什么利多出来，股价早就已经没有在高档开始跌了，对不对？投资朋友，为什么利空出来的时候，啊，这已经回档一大段了？你想要卖，哇，看到利空啊，订单被抽，你要卖股票，对不起，已经跌一大段，你也不晓得怎么办了。这就是股市的常态啊，懂意思吗？那你看这些东西，最后你都没办法赚到钱，而且会赔很多很多钱。我想宏达电就是最好的例子哈。及时的提醒，最及时的提醒才是胜负的关键。那请问这个获利跟股价合不合理？我跟你讲，完全不合理。为什么？你看101年这样获利，哦，一直升，一直升，一直升，对不对？很棒，很棒，一季比一季好啊。可是股价呢？股价怎么？一季比一季烂。这完全是反向的呢，哎，获利越来越好，越来越好，股价越来越跌，越来越跌，完全是反向的。那你是没办法去判断呢，啊，你也不会停损呢，啊。所以新冠金很多人说你太离谱了，股东质疑，小股东质疑，啊，你为什么1000多块买到100多块跌90%才来停损？那有什么好停损呢？因为他们就看到这个，看到这个获利一直高升，就不愿意停损了，啊。5块、14块、18块、9、19块了嘛，20块，一季比一季好，干嘛停损呢，啊？总有一天会回档啊，这股价反映基本面啊，很多人都这样讲。最后有没有反应？没有，来不及了。反应的时候已经跌90%了，对不对？来，所以一个很简单的观念，做股票你要先突破这个任督二脉。这个任督二脉你没有打通，你怎么做都做不赢。我真的不太想讲，讲这个干嘛？越少人知道越好啊，讲那么多人知道干什么？啊，你们散户在看，很多分析师也在看，啊，我干嘛让他们知道？我要赢他们就是赢这一点啊，我干嘛要讲出来？好了，讲一下，一秒钟就好了。你知道这个道理吗？那如果连这个道理都不知道，你怎么做股票？投资朋友，来，跌下来了。那我们说这个跌下来的，哇，很惨，对不对？那如果高点有人提醒你，天哪，那多好啊！1200、1100、1050也没关系啊，1990都没有关系啊。结果跌到100多，那如果高点有人提醒你，多好啊！多了不起，多伟大，啊，对不对？可是有人要听吗？你听不进去啊 ！EPS 很高啊，本利比很低啊，这很合理啊，对不对啊？奇怪，可是没有人提醒啊，这怎么看得出来？这当然看不出来啊，这又不是股神系统，那怎么会看得出来？那如果高档有人给你提醒，这个提醒价值多少？8000亿，被清掉，在这里就好了，价值8000亿。蒸发掉8300多嘛，价值8000亿，啊，真的有吗？来，有人说张一鸣，你怎么能在股票上立足15年？啊，怎么能够立足15年？因为我有股神系统，懂意思吗？好的，同样这张图哦，我们把它换成股神系统。哎呦，涨上来，前面这段没印到了，还涨上来，哎，最后呢？哎呦，天哪，特写！你知道这个麦讯值多少钱吗？镜头拉远，然后这样嘣，大江东去，投资没有？这个麦讯值多少？8000亿，被侵略。至少新冠金都不知道嘛，不然他干嘛不卖？是不是？他干嘛1000多不卖，跌到100多才要卖？特写来1115，这个麦讯值8000亿，被侵略。对啊，因为股价市值蒸发掉8000多亿啊，不是吗？投资朋友，所以有人问我说：“哎，股神系统到底值多少钱？”你们怎么看？我不知道，我的看法。如果就一档股票，这一档宏达电来看，它就是值8000亿啊，不是吗？同没有？如果你没有避开还得了？市场很多人没有避开啊，蒸发掉市值8341亿，哇，好感动哈，嗯！最及时的提醒就是胜负的关键，懂吗？你把这些观念把它记起来，你看多重要。但是有些人我相信他不是这样看的啦，他为什么赔钱了？股市里面为什么很努力都赔钱？每天看报纸，看8份报纸，网络上所有新闻都看的，啊，这个所有消息，名牌华硕会一直跑，啊，每天都很忙，最后还是赔钱。为什么？有些人不是很努力的吗？你说他不努力吗？他很努力啊，为什么什么都改变不了？为什么？股神巴菲特有说啊，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啊。你每天跑法说看那么多报纸，看那么多新闻，不好啊，那个没有用啊。啊，计算机按了半天了，本益比很低 ，EPS 很高哦，获利什么股价除以 EPS 等本益比现在5倍、8倍、3倍，那不照跌，没有用啊。
股神巴菲特说的，方向错误，快跑没有用。来，正在飞的强势股，市场可以找到原因的不超过一成。当市场都知道了，股价大部分都涨完了。那我们反过来说，这是讲涨的股票。那反过来说，反过来就是倒过来讲嘛，一样嘛哈。正在跌的弱势股，市场找到原因的不超过一成。当市场都知道了，通常已经跌完了。倒过来讲嘛，这是讲涨，然后把它倒过来讲，就是讲跌的。正在跌的弱势股，市场可以知道原因的不超过一成。当市场都知道了，股价多半跌完了，啊，跌完也来不及了。宏达电为什么跌成这样？获利衰退啊，啊，甚至看到都买了是赔钱的，股价跌下来很合理啊。但是当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来不及了，已经跌九成了，有高兴啊，懂意思吗？当你想要卖的时候，哇！天啊，跌九成啊，要干嘛卖？跌九成不用卖了，因为已经跌了、啊，剩骨头了，还要卖什么？对不对？当你知道了宏达电为什么赔钱，为什么一直跌？哦，赔钱，有大赚变成赔钱了，股价跌下来，可是你知道也来不及的哈，懂意思吗？来不及了，有没有？我们说正在飞的股票，股票上找不到它原因了，找到很少一层了哈，市场都知道涨完了。正在跌的弱势股，市场找到原因不超过一成。当市场都知道股价多半跌完了，正向可以讲，反向也可以讲，那这些人告诉我们什么？抓强势股、抓弱势股都一样，你需要快速而有效的工具去判读它。这个工具，我的解读叫做股神系统。你的解读是什么？我不知道哈。讲个笑话来，成功的六字真言。有一次啊，一个啊。很有名吃苦耐劳的企业家、啊、像郭台铭这样的企业家去一场大学里面做演讲、啊、当然他过去的辛苦啊，怎么心酸啊，怎么跟人家标会借钱啊，都讲出来、啊、怎么去跑三点半啊，哇，讲得非常的心酸、啊、下面听了都很感动。这时候有一个胖子啊，学生胖子就站起来，哎、啊，这个郭董，我可以请教你一件事吗？我说，哎，请讲。这个胖子学生就说啊，郭董请教你哈、啊，你这么成功啊，你公司啊市值这么大啊，这么有钱，那我们台湾都羡慕你，那我们每个都羡慕你，你可不可以告诉我们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成功的秘诀告诉我们，一句话就好，不要讲太长啊，一句话就好，还是给我们一个左右名就好了。就说啊，这个大老板想一想，嗯，好，给你六个字，成功的秘诀这六个字。你把它记下来，做到了你就一定会成功。哇，下面学生好高兴，赶快笔记本拿起来。哎、欸，大老板请讲，我们要开始记哦，准备好了、哦。大老板就说了，成功的秘诀很简单，一定要能吃苦。六个字，一定要能吃苦。这六个字你做到了，你就会成功。哇，大家好开心哦，这场演讲没白听，收益良多。啊，成功的秘诀一定要能吃苦，哈哈，太棒了！啊，这时候麦克风啊，这个胖子还是拿着麦克风，刚问问题嘛，他还拿着麦克风，他还讲话了，哈哈哈哈哈哈！我突然大笑啊，那个胖子在笑什么？刚问问题那个学生胖子在笑什么？他说：“郭董，我快要成功了，听完你讲这个六个字的成功秘诀，我很高兴，我快要成功了。”大家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为什么你快要成功了？他说：“因为我已经做到五个字了。你六个字会成功，我已经做到五个字了。”他做到什么？一定要能吃，因为他很胖嘛，哈。成功的秘诀一定要能吃苦。他做到五个字的，一定要能吃，差一个苦，求你有一样吗？哎呀，天差地远了，同志们啊！所以很多人把错的东西搞错了，把那些东西搞错了，然后每天在追求那错的东西。最后，你还是一样在股票上，你就是一个输家，你没办法找到赢的关键了。你看多辛苦。那如果当这个东西真实呈现在你眼前，你又不要，那你要什么？还是一样在搞那些东西错的东西吗？那最后还是输啊。宏达电过去了，那会不会有下一档类似宏达电的股票？我相信一定有了。你不要说没有，不可能，一定有，而且可能还不止一档，而且一定有很多人受伤。今天看到宏达电这样。我心里也真的很感慨，啊，不一样就是不一样。成功的秘诀一定要能吃苦。胖子说：“我快成功，为什么我做到五个字的？一定要能吃。”啊，干不赶快？那这不一样啊，怎么会一样呢？
天差地远，感觉差一个字啊，可是这是天差地远的事，是不是？哦，原来如此，很多人股票的认知是不对的，最后你会求不到什么，而且会赔很多钱来缴学费，这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公平的。你有没有道理？你说有没有道理？我们进入广告，再回到现场。好，欢迎回到现场。当你面对一个投资的时候，你想到哪一件事？来，你要选哪一个？少赚100万还是少赔100万？想一想哦。通常碰到这个问题，大家都会说，那我要少赔100万。散户一定这样想啊，减掉一把啊，这好像比较安全一点。那就张一鸣的角度来看，我不会看到下面这个了，我就看到这个，少赚100万。那为什么要少赚？为什么不把它赚饱？因为没有行情的时候不能强求啊，你硬要去沾到一点点肉屑没有意义，要赚大一点比较可贵了，可以少赚没有关系，等待机会啊，当机会来了哦，很快啊、哦，来，你还记得张云超这档股票吗？102年10月15号到101年11月7号，短短哇20几天而已，我能赚77.8%，把它放到口袋就做这一段哦，三线翻多，对不对？后来来，后来。这段我都不做了，很奇怪哈、哦。你看我从高点之后，好像这段都不做了。那为什么不做呢？投资朋友，这段我跟你讲，你不要追了，这一段你追你可能会赔钱，懂意思吗？所以你会看到四根涨停板特写，一、二、三、四，最后破底了，镜头拉远。你这四根涨停板买进去也没有用，都赔钱了。甚至在涨势的时候，在这一段的时候，有人看到爆量，这根哦爆量啊，就觉得挂了，对不对？看 K 线都这样，哇，这根爆量，10月25号，爆量留上影线，避雷针，对不对？这叫避雷针。所以很多人看到这种格局吓到了，留上影线又爆量，47000多张赶快跑，因为觉得行情挂掉了，23块多。那请问有没有挂掉？这根呢？有挂掉吗？当然没有，后面不是又涨到30几块吗？你会觉得挂掉，对不对？有吗？后面不是涨到30几？投没有？那这一段有没有挂掉？你看回到刚刚股神系统你就知道了嘛，有没有？没有啊，这哪有挂掉？懂意思吗？来，有没有？没挂掉啊，这根哪会挂掉？为什么这一段不能玩呢？我想你已经看到答案了。那你会说啊，张毅，你什么时候可以再进场？来啦，我不是跟你讲了吗？三线又再换多了，所以当这个格局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
啊，这种股票你可以再注意的，啊，懂意思吗？哈，我没有叫你买哦，你注意就好。到时候你买了我也不负责，我们都是参考的，懂意思吗？啊，你不要，我没有叫你追，也没有叫你去买，我会买了，你不要乱追了哈，因为你不会做，你乱买没有用哈。来，所以我们操作股票的时候很简单，多头的时候你可以喜欢它，走空了就要避开它。最精华那一段跟它走在一起就好了。来，再看一次哦，请最精华那一段在哪里？前面那一段啊，这边没有精华了。所以你这段硬做也没有用啊，听懂意思吗？所以很多股票很简单，是不是很困难？不是，只是你的选股方法跟技巧有没有掌握好而已。获利永远是检验投资的唯一标准。所以你看我讲的事情，哇，天哪，赚那么多、哦、不用怀疑，我讲一定是真的。基亚3S4到5S27，做11趟，我已经赚219了。然后经过将近半个月，我没有再进场。什么时候进场？我今天又进场了。哎，对哈、哦，啊，今天为什么要进场？怎么样？哦，特写1、2、3，哎，我三线翻多了，有没有看到？有，哎，999是三线翻多了，所以当进场之后很简单，它涨停板给你看，所以涨停板有困难吗？获利有没有很困难？没有，你只要方法就不困难哈。唯一道路就是成功。什么是唯一道路？成功是什么？就是走过所有失败道路之后，剩下唯一条路，那就是成功之路。你选谁，结果不一样。跟着苍蝇就找到厕所，跟着蜜蜂就找到花朵，跟着千万赚百万，跟着乞丐会要饭。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够找到你心中漂亮的花朵。我们今天到这里，明天再见。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